来，三二一，295啊。谢谢你们一刻。今日暮上素霞流波这名骑着电动车面戴口罩的男子将一个塑料袋放在民警脚下后便匆匆离开，塑料袋里装有人民币1001元，虽然钱很旧却叠得整整齐齐。清点中民警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8个大字，我爱祖国，请转国家。说别停了，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怎么了？拿点东西给你，我人肉背回来了。口罩？对，从土耳其背回来的。土耳其背回来的？对。你贵姓啊？中国人。你又来啦！辛苦了，辛苦了。这夜宵谁做的？我爸爸做的。你爸爸做的？还有我妈妈，还有你妈妈。你带我们去见一下你爸妈好吗？我现在还有很多站。只是希望他们能喝到一口热汤。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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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还不要拆穿的感谢你们。哎，感谢感谢，我是把你把你的给他还给你。等一会儿还有稀饭在，等一下啊。萝卜、土豆丝、香肠、鸡蛋炒辣椒，还有水果，带保温的。大姐，谢谢你啊！其实我跟他们怎么办呢？我连一个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他们在身衣服，他们是警察，我都知道他们在保护我们。群众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值得。